哟，小伙伴你们好，我是小飞象，欢迎来到我的游艇。但是我现在这个游艇上的设施还不是非常的完备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把这个游艇打造完毕。刚刚把这个游艇啊，小游艇给造了出来。然后我们看看后面有什么区别。这是船尾啊，船尾有一个这是什么？烧烤架。好，进入里面两个沙发，不止两个吧？这么大吗？这个游艇，豪华游艇啊！我现在钱应该是够多的，看一下今天这个游艇有什么好玩的，里面的东西，灯光、窗户亮了起来。这边应该还有沙发吧，吧台，一些花草树木，凳子。这个是什么？洗手池。哦，休息区呗。休息区呗，这边还有个沙发，当中的小沙发，几个散落的小沙发。这游艇里能感觉能装好多人啊。墙壁、沙发全部造完，往里面走。好了，又造完了一个区域啊。这个区域是什么？现在来到了游船、游艇的这个中前部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卧室，我们睡觉的地方。床头柜造出来，地毯，哎，好齐全啊，还可以睡觉。哇哦，装饰。电视机也要有一个，那肯定大电视嘛。窗户，好了，这个房间造完了，那接下来把这个房间造完，应该是对称的两个房间啊，一模一样的应该是对称的两个房间，只有两间房吗？不过这个床还是挺大的。电视也造完，好，我们接着往前面走，来到了前面的最前面的一个区域啊，墙壁，这也是房间吗？好像也是房间，哇，那对面应该也有一个四个房间，那四个房间差不多嘛，对吧？电视挺贵的，四个房间，好，这边也是一个房间，墙壁，然后我们只能先把四个房间造完。这个游轮啊，这个游艇应该有2楼，造一下。好了，四个房间造完，接着往前走，地毯这么贵的吗？哇，泳池。前方的一个泳池，这还不是露天的，是在室内的一个泳池，小泳池旁边一个椅子，这边呢，这边应该也是有2排椅子。好了，造完，这是不是有电视？六边形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装饰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看来底层已经造完了，四个房间和一个休息区和一个泳池。那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要上2楼啊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？2楼来了，2楼。爬梯子上2楼，噔噔噔噔，栏杆，先把栏杆造一下。一楼好像还有东西没有造完，先造2楼吧。扶手椅也是一些椅子啊，这个就是露天的。你看，在这边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气情况、安全设施、灭火器什么的吧。哦，游泳圈、救生圈。好了，2楼的第一个区域，室内第一个区域，豪华沙发。这个沙发看起来比1楼的好一点哎。有什么玩的吗？吧台、酒吧、喝饮料的地方。给我来杯82年的雪碧，好吧。地毯、游轮里面就是这样的吧？好贵啊，6000多吗？椅子还是比较贵的，椅子一个7000多块钱。控制面板，开船的吗？这个地方？哦，这是开船的地方，哇哦！你看，坐在这儿就能看到前面的状况啊，这个视野比1楼好多了。下楼，这是我们整个游轮了吗？还有一些东西没有造吧？应该，这边有一个日光浴床，这是什么？游艇发动机，可以在这晒太阳，但是现在是晚上啊。这也是张床，这也是张床，起重机，好，然后看看还有什么，楼下好像还有东西没有造完，哎，我们直接跳下去。哦，1楼的外面。下降护栏，哦，好了，三个，那边应该也是三个。那我们这个就算造完了吧？我们游轮，这游轮能不能开呢？三个造完，哦，看看这边有什么，双倍现金不用啊，这边还有什么？转的，哇，还可以做这个，哦，我们只完成了89%。做完这个初级游艇，我们可以下次玩现代游艇，还有梦幻游艇。哦，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造吗？这个东西我们能开吗？能开，驾驶它。
哇，小游艇。围着我们大游艇绕一圈，没什么东西没有造了吧？甲板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们去看看。哇，要是个大游艇能开就好了。下来，然后上二楼，一楼应该造完了，上二楼，有没有三楼啊？上二楼还有，要到甲板前面去看看。啊，才89%哎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造吗？哦，前面果然有东西，沙发。哇，还可以坐在前面的，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吧！坐在船长室的前面，噔噔噔噔，还有东西，走下去，应该是最后一个区域了。锚啊，船锚，好了，造完了，造完了吧？93还没有吗？还有14个按钮，还有14个按钮，哪里来的14个按钮？找一找，这一层是没有了吧？这层二楼这层是底层，是我们的卧室啊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泳池没有了，这层是肯定没有了。那一些按钮还是在甲板这儿，还是在二楼这儿？去看看。嗯，来了，这里有个新的按钮，三楼哦，三楼来啦。这是最上面那层啦，窗口应该也有个椅子什么的吧，沙发，很贵啊，这沙发1000多一个，18000一个，窗户哦护栏，18000一个平台，天呐，造不起了，1800椅子，还有5000多，这个是18000的，我们造不起了两万的雷达，哇，20000可以造个雷达，造，雷达是上面的东西，两个东西应该，还有几个按钮。还有三个按钮，那就是把这个按钮造完，还会多出来两个按钮，18000，我们耐心等待一下。这个椅子是干什么的？也是开船的吗？快了，现在15000了，每秒我们能加990，这18000、8500很快来了，控制面板坐下。这地方也是开船的，船长是应该在里面吧？还有最后两个按钮，一个是日光浴床，最晒最热烈的阳光啊，这个最顶层了啊，然后下面你也可以晒这个日光。然后里面还可以游泳，哇，当中还有个小岛哎。先把这个控制面板给造了，哦，酷，上面好像也可以开船，要是我能开就好了。还有最后一个按钮，我们的日光浴窗就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游轮。一般般啊，因为只是初级游轮嘛，对吧？下一次的话，我们会造这个现代游轮，24000，有了，哇哦！好大的床，哇哦，这么大吗？获得了徽章，好了，每秒1000多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转去这个现代游轮，要50000才能买这个现代游轮。那现在钱不够，我们就开着我们的游艇去当中的小岛去玩一玩，去玩一玩。来了，这个岛吧，去小岛看看。怎么这么多岛啊？还有鲨鱼的。啊？这个岛上有谁吗？有一个小树屋哎，除了树屋好像没什么了。我们去当中那个岛，出发。当中那个是火山吗？有奖杯哎，是要我去占领一下。我下来了，直接上岛，直接登岛，沿着这边走。哦，登陆火山。哦，来了，登陆山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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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然后一直绕，这个箭头啊，我这里还有岩浆，当心别被它烫到。不知道是扣血还是直接死亡。我们现在又存了7万多了，可以买现代游轮了。现代游轮我来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山顶有什么等着我们吗？我跳，我再跳，还没上去，上来了。这里是让我们往上走哦，一个古代建筑，还要往上走，天呐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还要往上走？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爬到顶了，加了50000，我加了50000，天呐，哇，那我们可以买现代游轮了呀！哦，太棒了，好吧，我们的游戏就玩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想看想不想
继续造出梦幻游轮的话，请给我的视频点赞、关注、小番茄说，每天更新的第一时间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让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